板好痒哦，昨天不才刚洗，你说为什么？你说现在空气越来越糟吗？空气污染是日趋严重。真的哦。我最近鼻子好痒哦，以前都不会这样。现在的空气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。空气这么糟怎么办？让我们来减少废气的排放量吧。可是我们做得到吗？空气做不到，我们能做得到啊。那我们就带着我们全员去邀请100个人参加这个活动啊！一、二、三，走走走！感觉很酸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耶，成功的第二个，可以拍个照吗？啊，拍照。对。你可以签英文名字，也可以签接触哈。谢谢。好。拍个照就可以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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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支持我们的行动，可是因为他是艺人，所以不方便露脸。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，然后就是有一种很有挑战性。然后因为我是组长，所以就要负责带领他们做一些事情。然后这个可以让我训练我自己的领导能力，然后和人的沟通也可以比较更进步一点。讨论的过程呢，有很多人的意见，然后呢，没想到想就是一个活动要整合非常的困难，有那么的困难，没有想到我们没有达到原本目标那么多的人数，失败。不，我觉得我们成功了，因为我们成功了，动起来了，我们是改变世界的小推手。我们希望有100个人能够支持我们。时间太短，我们少了几十个人。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，请支持我们。